让我们外国人羡慕不已的中国世界第一，你知道有哪些吗？中国人口世界第一，中国消费世界第一，中国高楼大厦世界第一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，世界第一大投资地，制造业第一大国，电商市场世界第一，房地产总市值世界第一，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， 5G 通讯技术世界第一，稀土储量世界第一，移动支付总金额世界第一，地铁总里程世界第一，粮食产量世界第一，快递包裹量世界第一，港口规模世界第一，观澜线路总长世界第一，桥梁建设世界第一，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一，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世界第一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世界第一，中国的汽车制造世界第一，中国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，中国的超转量世界第一，中国的水电建设世界第一，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世界第一，中国的手机产量世界第一，黄金产量世界第一，中国的贸易总额世界第一，中国的核电技术世界第一，中国色、中国网、中国路、中国桥、中国港，引领世界。